快报，近日有媒体拍到了巩俐和丈夫米歇尔·雅尔现身尼斯机场，将亮相第76届戛纳电影节。照片中，巩俐身穿一件牛仔外套，搭配一件白色长裙，戴着一副墨镜，气场直接开到了1.8米。米歇尔则穿着一件棕色外套，配一条黑色长裤，和巩俐牵手同行，夫妻俩有说有笑，看起来非常甜蜜。两人还冲着镜头热情打招呼，粉丝向巩俐索要签名，巩俐也非常有耐心的给粉丝签，简直不要太宠粉了。以这强大的气场，已经预想到巩皇会在这次戛纳电影节中大杀四方了，好期待巩俐的红毯呀！伤害